过你胆敢在茶水案说的事情，那我就用更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，绝对比他现在的处境更难看更臭辱。手怎么这样啊？很痛啊。不管你受多少委屈多少苦，我们所有百川的人一定都挺你。罗姐姐喜欢一个人就到处说出来，何必隐瞒呢？幸好孝真遇上朵朵这样的好女孩。你是认识我的？谁是啊？顾大鹏。顾大鹏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我也想问你，你跟他有什么过节或误会之类的吗？他最近应该跟我前未婚妻的交往吧。这里好臭，会办公室。如果你要跟佳琪交往的话，自己还是小心一点吧。你离他远点，你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。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局面变成这样？我儿子少成你是怎么安排？开门！哎！每周日晚上10点，请收看《幸福三颗星》。